诗篇第十八篇2-3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伊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冠台。我要求告着俄罗的耶和华，安尼我就确对受敌手中受救出来。诗篇34篇1-10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俄罗伊的话的确常常伫我的嘴中，我的心的确因为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恁甲我着称耶和华最大，三甲高举伊的名。我捌祈求耶和华，伊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惊吓。我若仰望伊的，便有光荣。因的面的确未低到见笑。我这困苦人的呼求，耶和华便随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四围安营，搭救因，恁着试试主恩的滋味，便知影伊是美善。投靠伊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啊，也搁缺食饮腰，但是祈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拢无缺。
阮亲爱的天父，独独特特阮俄罗的上帝，在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阮三甲做一个敬拜宇宙的上帝，尼希米甲一寡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破碎的城墙后，以色列宣读了耶和华的律法册。你利未人带领百姓俄罗敬拜上帝，今仔日阮亲像利未人一样，同心合意的宣告：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甲俄罗。你独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甲天顶的天，并天顶的万象。地甲地上的万米，海甲海中所有的，这一切拢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拢敬拜你，恁配得一切荣耀甲崇拜。你虽然壮丽甲大能，你屈身刚卑微，心切阮。你照顾你的儿女，就亲像各样人照顾伊的羊一样。耶稣曾经甲我伫西人讲，各样人按照名叫家己的羊，将羊带出来，因此羊听伊的声音，这是何等的安慰！你按照名叫阮每一个人，唔管阮唔知影新冠肺炎什么时阵会找到医治的方法，阮通坦然无惧地面对未来的未知数，因为阮知影你是阮的牧者，你是掌管的明仔日。阮怀着感恩的心向你俯伏，坦然无惧地迈向正面的任何忧国，因为主是阮的牧者，阮的确无低高谦虚。阮基督是奉靠以马内利甲阮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I shall not want, I shall not want.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新年快乐！咱也久无撒都了，今仔日咱又玩有机会敬拜上帝。不过，咱就伫迄个 internet 的中间吼。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拢甲咱撒个地咧。无论我伫这边，你伫迄边，咱的敬拜无受影响。今仔日咱撒个来思想一篇。真古早时的，真古老的，啊，真熟的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咱撒狗来读一篇好冇？跟我撒狗来读。你好，佛念，你最哩佛念啊，应该晓的哦。但是那冇读还是冇要紧哦。咱撒狗来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确未低高谦客，伊让我躲在青草的对顶。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让我的灵魂苏醒，我以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毋惊拄着灾害，因为你甲我撒个地咧，你的乖，你的歌拢安慰我。伫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抹了我的头，和我的腹背满溢。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阻碍抵挡我。我个咩点伫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新年我好，兄弟姊妹，搁再一摆对这篇诗来重新的来思想。咱的恩望伫得咯。上帝予咱有一个瓦壳，有一个永远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伊是咱的牧者。这篇诗的奇妙就是讲到油甲牧者的关系。大卫伊是个油人，伊真正明白油甲牧人的关系。伊再有个伊的油，对遐伊思想着上帝三款安尼。来款待我，所以这款的光景下面，也感动上帝甲伊的关系。这篇诗的奇妙伫遮，真奇妙！这篇诗，我做牧师真久哦，我看见这篇诗适合人生任何的阶段。怎样讲呢？伫四日的时阵，我不听几人读这篇诗。在看守的时阵，我不听记人读这篇诗。在对数礼拜的时阵，我也不听记人读这篇诗。我也不讲这篇诗，奇妙。人生无论你是出世，无论你是看守，无论你是对数礼拜，这篇诗拢适合人生无相款的阶段。因为伊实在是真正水的一篇诗，无论你人生落到什么款的坎站，耶和华永远是咱的牧者。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咱信仰的宝贵。扣掉这个信仰，咱生命就有价值，就有力量。这篇诗真奇妙，怎么讲哦？是讲到过犹人甲犹的关系。整篇诗的背景，伊的信息拢是安尼，但是奇妙，你读这篇诗只有六则圣经，但是对头到尾，你唔不看见有迄个字，无有迄个字的记载。虽然仍有，但是伊里面无有迄个字。哇哦，这就是真牛的人嘅写诗，哦。真牛的人写迄个项面镜，所无需要用迄个字，这是真牛啊！咱讲高手，这个高手啊！那咱写门招就无省咯。比如讲，咱这边门招讲，我系刘备迄边门招，我相信啲鬼片门招里面出第一队嘅字就是刘备，这唔是高手，这是低手。但是这边是真衰，用妖嘅秘术写出嚟，却无妖嘅字在里面。伊唔是用鸟，唔是用狗，奇妙，伊用油，为什么呢？因为油需要木匠，鸟甲狗无需要，
唔少客人也通挖，但是有那么木只伊未挖呢？伊真戆，伊一定需要木只，所以必须用油来形容人，因为人一定需要上帝，那么上帝，那么挖得真好。所以这边是一开始就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伊是我的，真正亲切。你讲出这款的关系，我常讲，你知未？咱的信仰哦，咱暂时讲基督教，其实咱唔是信基督教咧，咱唔是信一个宗教，哦，所有的宗教拢是叫做 religion， 但是咱的信仰唔是 religion， 咱的信仰是 relationship。是关系，咱信耶稣唔是得着一个 religion， 咱信耶稣是得着一个 relationship， 甲上帝关系。伊是我的牧者，是真正宝贝的一个家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人生就无撒旦。只要无撒旦呢？那第一，因为伊是我的牧者，我就未得到欠缺。伊是我的牧者，我就无欠缺，无欠缺，无所欠。你知影无？一个人哦，有子无子，人个看法是看你个地啊偌侪物件。你个地啊也侪子，你是叫做有子。你个地若无子，就是无子。但圣经个看法唔是安尼。这个人真正富有，唔是因为伊个地啊真有子。真侪人地啊真有子。心灵原来是空空的，伊个地啊满满，心是空空的，啊，这唔是好日人呢，这又还是双向人，因为你个心是空空的。虽然我地啊唔是真有子，但你肯定咱需要有啦，哦，唔是真有，但是咱个心灵是满足的。我跟你讲哦，你是第一富有，所以人要追求到真正的富足咧。唔是用子来去衡，来去比较，是你的心来去比较。那么只要和你的心得到满足呢，只要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就最会够，真正的满足，无欠缺，无欠缺，真正自由，那是真正真正水的这个人生的阶段，要做怜悯人，要做怜悯人。未丢到欠缺，就是满足，莫搁再要求什么，这是真第一丰富的人生。其实坦白讲，兄弟姊妹，人的欠用真正有限，咱的需要真正有限。这个时阵，我咱活得真双向，活得真无好些，无快乐是咩？咱创唔到啊，咱将咩啊需要？混乱去了，创理去了。咱咩个需要是两行大字，咩个需要？我咩一行大字，跟我需要一行大字，无撒旦。这个时阵，你去买物件无需要，因为咱爱去买，咱爱去买，为什么买啊？拍削啊，拍削就爱买咯。买了几件物件出来无路用嘅，无路用。你看你出来攞最面嘅，那是日节能衣里面冇用嘅，就代表冇什么路用。啊，要跟需要是两行大字。所以阿兄弟姊妹，你下摆建议开始嗬，你去买面镜，好好斟酌啫。那面镜你提起来看，我需要冇，那冇需要摆落去。个问题你咪，我需要冇，那冇需要个摆落去。个问题三摆，我实在需要冇。问到三拜，你感觉实实需要，你只妹，我跟你讲哦，你看，你试看卖，你心也最值。即个时阵，咱的欠缺哦，因为咱用咱的力量兼职，用在无需要的所在，咱变成欠缺。第一要紧呢，是咱心中的满足第一重要。为什么满足呢？就只能只值得两项的大事，两个要点。一项是因为伊有供给。伊是你的牧者，伊特时刻供给你需要的物件。嗱，注意听，唔是你爱什么就给你什么，唔是。真正上你爱什么，唔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的
的确合理。就主导门跟你讲，特你谦认的廉洁，而且合难；无谦认的，无得合理。记唔记？你读主导门，记唔记？读啊！我特你所谦认的美鸟，见你少数学问谦认，你注意头。这个事情，咱跌到喺面镜是无尽谦认。你記得在我們 COVID-19 的時候，他們變過不知道，有沒有？美國錯了聽機這個消息，我一日拄好我愛著物件，愛去 supermarket 買，哇，看到海南哦，也講哦，接啊，所以其實店員就跟你講，唔免 ，no panic，no panic， 啊，很真多真多物件，唔免抽，啊，真人排隊排隊排，提下最物件。提一交喺裏面咧，面嘅坑坑，其實冇需要。伊講特禮拜有新嘅氣息來臨，你唔想超啊，也豐富。為什麼？驚個，驚無個，嗰只嘅所在梅咪啊，即係冷梅也最也對地咪，自地咧梅，每度其出嚟堆也最幾啦，嗰兩十地。阿羅咪感覺，跨機。那個公司也有最美呢，那坑也有最艱去提了。羅美的那個店也聰明，基姆羅姑感覺說梅最提了，梅最提了，美國有提起的，他說梅最提了。為什麼呢？根本是沒有需要的，你超興最面的，怕沒有強級，那你只要你想看看，你記起這節能力，艱苦嗎？咱想想咱人为这句话啊，年年难过，年年过，特你真艰苦的过，嘛是过去两年啊。虽然咱无沙都哦，也是好好啊，是不是？你看无离别讲来来去去那点，你看上帝顾念你呢，你需要强去，所以疫情的中间你都发现哦，你也最面镜无欠用，那亲像现在限制，还是咱嘛是话。话交件啊！你意思讲有尖嘴面镜无欠用，无也是无要紧啊！所以你明白么？上帝可能学也最功课，咱学有么？无欠缺是第一重要。上帝强给你需要面镜。第二项有嘢隐藏，有唔免挂心，因为在啊个有人在是隐藏伊，是咪所在有罪？是咪所在有臭？伊唔免担心，因为个要人知啊耶稣有，牧者知啊耶稣有，所以妖唔免挂心。咱最基督徒咪相关，你上帝是咱嘅个要，咱嘅牧者的确知啊咱嘅需要。记起，相信上帝引出咱，虽然无可能风风呼呼大呼呼，但是伊冇错误啊，及时嘅降级，及时嘅引出。今日你跟交件啊！你，咱要玩活地主的稳定中，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咱相信伊的稳定交给咱用，拢是稳定，是不是？咱今日要玩地呢？我记得迄阵时听到一个新闻啊，伫 Europe 有一个楼下壁93岁咯，佢一日伫街路口倒落去，昏落去。人生去鼻出的时阵，可以到氧气 oxygen， 用了一日，慢慢已好些了啦。好些了后个好，医官可以这个托子啊，哈，只有这个单。内面个好50万的登对的纸，一日的 oxygen 50万，你夸就即50万咯，就500000个。哮而已，一哮。医生佢讲：啊，阿伯，写唔是也最指你艰苦事吗？唔免艰苦事啊。唔过阿伯就佢讲：唔是啦，我唔是因为50万艰苦事，我是艰苦事是因为我只认一日，我就需要把那50万。我93岁用了上帝93年嘅 oxygen。我连一分子唔免把拿，我艰苦先嚟食，还乃我得着上帝真罪恩典，我唔知啊，我未晓感恩，你知咩？你明白呢意思？我睇嚟真系善满咯，一时真感动啦。
有呀啦，咱只用世间的衣冠哦，一日的 oxygen 就需要80%最值。一日哪点？我问你，你用了上帝罗最日的 oxygen， 你讲用了93年，一分子唔免罢啦，这是稳定，你知唔知？那但你呼吸的空气，你唔免罢啦。上帝要玩何咱活在世间，咱唔免罢啦，点先？这是稳定，因为什么？伊是伊你一生的木匠，你就得每地高谦克，要做里面人吼。伊是咱的引传者、供给者，以至到咱无法度，你得谦克。其实我感觉这个人所用的真有限，真有限。坦白讲，是唔是啊？今个疫情咧，跨界。咱真侪面积系通限制咧，冇就冇啦，冇要紧啦，咁就画咯，限制。所以同你讲纸啊，这现实就是纸个。你就有纸哦，懒懒嘅纸啊，只要能限能宽纸，你就系。懒只要能宽嘅纸，头一宽纸系通型嘅，第二宽纸就唔型嘅。你明白是咩意思吗？头一宽诶型嘅纸叫做纸仔，叫做纸仔。啊，能够用的叫钱财，不能用的，无法通用的，你无法通用的，叫做遗产，啊，不能用的叫做遗产，因为本人推你用，听明白不？遗产就是你的家孙推你用，所以你也通用的，这款纸你通用，这款纸你无通用。这款纸会通用，你要注意；这款纸唔会通用嘅，别人推你注意。所以你爱用呢个纸是自在啊，还是遗产？看你到场。其实好好来思想，你会通用，通注意嘅，真有限，要做帮助你。到场人生因为有意，咱人生无欠缺。第二项，咱嘅生命因为有意，咱嘅生命人生就无惊吓。因为圣经讲咧，我虽然经过试验的效果，也唔惊灾害，因为你跟我撒及地咧。经过试验的效果是惊，但是伊讲因为有你，我就唔免惊。虽然经过试验的效果，唔免惊到着灾害，你跟我地咧，唔是冇灾害，乃是唔惊灾害，你明白么？一个信仰的信仰无省的吃，不是无灾无难，乃是无惊灾难。那是些书有人跟你讲，你信我这款的信仰，有一款信仰哦，你信我，你就什么呀？无灾无难，一帆风顺，爱是咪有是咪，哦，破壁随上司，随时也好，根本无破壁的。你上次这款宗教无？无啊！世界无这款的宗教，那有你盲信骗人的。世界无可能这款宗教，你信了后一帆风顺，无灾无难，也最子也健康，无破病，无这款的宗教。但是咱的信仰不是讲无，乃是讲虽然有患难中间，但是咱唔免惊，怀患难唔免惊。唔免惊，咁冇是能行大事，唔免惊。你哋知未？面对 COVID-19， 真侪人惊，真侪人惊，我相信。但你跨记，我今日听记嘅时候，前早以前，头初初听记嘅时是能抗你嘅事。我也恨啊！伫大陆咧，伫大陆伫东南亚遐，咁咱美国冇沙达，冇省啊，冇关系啦。但是真堅真堅，幾個月了後，美國有啦，驚咯。誒，只咪我頭一擺感覺淡薄觸動着，因為我殺不得病友，我所殺不得兄弟姊妹，有人離開世界，就是因為 COVID-19。去哋邊度啊？去哋邊度鬼嘢？啲美國有啊，殺不得，但更病友。真熟啊，真好啊！忽然间听见，伊走了，是咪？COVID-19。
原来这个判比不是也恨的，会可能真近在你的身边。你听见的时候，你会怕吗？每个人都怕，但是你怕什么路用呢？怕没路用啊。不过你说牧师，我就知道没路用，不过就是怕。哦，问题在这里。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有主堂挖苦是没撒旦，有主堂挖苦没撒旦。虽然咱游玩和迄个 COVID-19 包围着，但是你无法度成亚基个环境，你通靠住徛在。无论是死荫的峡谷，无论是刺草对决安静的嘴边，你无法度改变。但是要紧是咩呢？因为伊及咱杀及地呢，为甚物唔免惊？因为伊及咱杀及地呢，伫刺草队伊及你杀及地呢。在死荫的峡谷，伊也是给你杀给地的。你想，你明白吗？你又知啊？上帝给你第一千卷是咩时阵？是你危险在艰苦的时阵。你第一紧紧的祈望上帝时阵，是你有拄着问题的时阵，要做怜悯人，怜悯人，伊给咱同在是第一大的恩典。原来无论是死荫峡谷，伊给你同在。是刺草对佢出边，伊也是咁啲动作，不过你冇感觉着真正敏感嗱定，其实伊冇离开咱，冇离开咱。上帝第一好嘅怜悯就是你咁啲动作，有自己英文第一好啊。你讲嗬，你讲 Your presence is my present， 呢嘢动作就是我嘅怜悯，这是真衰，要做怜悯呢，怜悯咱。在艰苦中间，要揾激励，激起前年神上帝给你啲咧，在未来嘅头面者日子中间，上帝要揾咁样动作，激起动作，将来动作，青草队给你动作，死未晓谷要揾给你动作，啊，而且呢要安慰，你嘅乖，你嘅挂拢安慰我，你哋患难中更加感觉上帝安慰，第一亲切，第一亲切，系唔是？你冇受伤嘅事，你冇感觉安慰嘅宝贵，你嚟追哦 ，OK， 多谢多谢，记起咯。但是当你真需要时，心灵过大受伤嘅事，人嘅安慰真正及时，真正需要。你对上帝嘅动作、上帝安慰，三观是安尼，而且嗰只行，即系还可能你跟上帝关系更加亲密。嗱，你注意圣经，头整第一、第二则，交第三则，你认嘅一个。对上帝形容词啊，是伊和我躲在刺草对顶，为家己名掩藏我假意咯。是伊和我躲在，和我灵魂苏醒，和我躲在刺草对顶。是伊是我的牧者。第一则到第三则，老是用伊来代表上帝，但是来到第四则就冇省啦。我虽然敬嘅使命效果也唔免加债系，因为你。跟我杀个敌对义变成利。那是讲义的时阵，是对别人讲话。之前我跟你讲话，义上帝是义隐藏我，我跟你讲义。但是讲到交起个死荫峡谷的时阵，伊将善故话者对上帝讲话，利跟我杀个敌，是咩意思？系你知未？原来敬基无神宽连神的经历，你跟上帝关系更加亲密。对义变成利，是不是更加亲密啊？在你思想看埋，在人生中间，你跟上帝第一亲是咩时阵？你第一紧紧挖靠上帝，劈劈切祈祷是咩时阵？是拄到艰苦时阵，是不是？我大我知，你的祈祷堪堪嘅，但是有大有知的时阵，你无撒旦，你的祈祷。我记得我哋菲律宾嘅时，去拜官兵啊，我去拜官兵个。早起时啊，我哋木树楼困嘅时，忽然间早起也差，我去机里头，伫初顶回来白机差次啊，原来是官兵啊。迄阵时神道会开始，我就落去下下祈祷，七点嘅时，忽然间几粒嘅人平常时冇来祈祷啊，迄日来祈祷啊，个情剪头就来了，连话都冇话就来咯。我跟下其他来啊，我木树来祈祷啊，官兵啊，啊。平常时可无大无子无咧祈祷嘅，
那军备的时候赶紧来了，超炸就来了。我说我能几多，礼拜等几多？啊，你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后面我想讲，唔通笑伊啊，咱人就是安尼啊，无大无智，上帝摆在一边。那等有大事时，主啊救命！哦，这就是咱的体，就叫怜悯咱。但是虽然安尼，上帝无帮助咱，上帝无帮助咱，要玩听咱的祈祷。上帝接着跩大事，让咱感觉伊无帮助你，你和甲伊的关系有更加亲密，这是有呀，这是有呀。啊，这是第二项。哦，那温习者头枪。因为上帝是你的牧者，你就每滴高人生就每滴高谦卑。因为你的人生有意义，第二，你人生就每滴高驾行，无谦卑无驾行，你的人生。第三，因为人生有意义，你的生命就无后悔，每滴高后悔，是咩意思呢？那你看圣经，伊讲应有。过了我的头，和我的福杯满溢。什么叫做无后悔呢？伊只用一个譬喻哦，伊用油过抹了我的头，和我的福杯满溢。在古约圣经的时阵，在圣殿每一项和主和上帝用的器库、器皿，拢是分别罪性，即有法度上帝用，即有法度在圣殿中间和上帝奉献和上帝。这是用来侍奉上帝，非常敏感。用膏油来膏抹，用灰来洁净，叫做分别罪性。用灰来分别罪性，用膏油来可以更加圣洁和主用。那这是圣经的解释嘛？人啦，甘愿圣洁啊，啊，主洁，借罪圣洁，的确和主来用。所以。用膏油抹我是代表分别罪性，何个福杯满溢呢？就何你人生有乐用有价值。犹太人正想用杯来代表人生，这条意思我感觉，这个譬喻这条意思，杯代表什么？看你在什么啊？就代表有乐用哦。你对酒的叫做酒杯，你对咖啡的叫做咖啡杯，是不是？你对汤嘅汤杯，啊冇，其实冇用汤杯，汤碗，啊冇人知啦。你用嚟斋是咩？呢个就是代表呢个杯嘅内容，啊，代表耶加大哥凝聚是咩所在？第二行讲，呢杯是一个器皿，一堆物件，充满物件。那杯啦冇凝冇堆物件，杯是冇达到应该有嘅价值，唔是白可夸。其实有人是白可夸，因为呢个杯子有价值个。杯的真正内容价值不是摆在那块，你明白我意思？一堆杯的价值，不是伊的内容，不是摆好块，伊的内容是何用？何能用？何你堆物件？人生就是安尼啊！那人生不是摆好块，那人生是何主属用？何主分别罪性？那这款的生命你就未低交何悔？你明白我意思嗎？你解釋你就明白咯。人生為什麼後悔啊？因為我奉和上帝分別出來。為什麼我後悔啊？因為一生何以認這最有羅認有加達的人生，不是敗可跨。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敗的可能跨的，當然我們可能跨了，就真正的加達不是跨，是何主認。何主認就可跨，沒有何主認就沒可跨。失去了那个真正价值，要做怜悯人，要做怜悯人。你的人生在头面前日子中间，咱的恩望是什么呢？何主属灵，你的生命有价值。你看见世间真紧就过去，人生咱的生命，咱人那有时闽南圣是讲，今是人人性命无掉掉，唔是人人性命无掉掉，人人性命无掉掉，特别有灾害的时阵，记唔记？但是你扣掉你的光阴时间，好好为主来用分别罪性，我跟你讲，人生无后悔。无论咱的生命长短，咱经过了后无后悔，为什么？因为你何主来用，徛在主的手中，真正重要。第二是咱的恩望，因为圣经讲什么？我一生一世的求恩惠主爱低着我，
我讲要点伫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你看，世间无永远的，只有上帝遐有永远。世间无第一好的，上帝遐有第一好的。这款就是咱的恩望。Queen Victoria 的啊 ，the second 讲一句话，伊讲活伫恩望中的人是无老的。活在盼望中的人是不会衰老，活在恩望中的人无老气，恩望，那恩望伫得落啊？那恩望不是，但系讲哎呀 ，COVID 那天搞紧起哦，但系那恩望起，但是唔是伫你手中？呢个恩望唔是无把握嘅，第一大把握是咩？圣经嘅应允啊，你一生一世点伫上帝殿中，无论那生命是十九岁还是九十岁，有一日还没离开。但是咱恩望伫得咯，上帝殿中永远点伫遐，你所为所做就有价值。这个就是无后悔、无后悔的人生，因为上帝无改变，世间的改变上帝无改变。上帝让你第一好、比办第一好的物件伫天顶，你记得哦。因为上帝只有第一好，没有第二好啊，无第二好给你，只有第一好。上帝是永永远远，值得咱来跪拜。你看这个世间来改变的时阵，咱就赶紧求，什么是无改变？什么时阵真容易就失去，而且求到什么物件无容易失去，这个是重要。人生就有价值，要做怜悯人。哦，咱无法度改变环境，明仔日如何咱唔知啊。但是有一项知啊，耶和华是咱一生的牧者，无改变。过去再有，将来一定再有，无改变。上帝无帮失咱，除非咱帮失伊，明白么？上帝永远未帮失咱，只咩意思？你的牧者就永远鼓励你、引导你、少数你、强给你搞对，因为你是伊的油，你永远给你撒个底咧，舒服你，让你的生命才最有路用、有价值的人生。愿主祝福弟兄姊妹，咱同心阿头祈祷。特别上帝，搁再一摆感谢你的慈恩，予阮活伫世间。虽然阮无把握特立的前途如何，阮的环境再有改变，但是有一项阮深深的有把握，因为你的话再有讲，阮就再有相信。你无，你只系你一项无失信的上帝，你达定阮一世人来。相信你，跟随你，依靠你，因为你是阮的牧者，你知影阮的需要伫倒落，令阮的一生徛伫你手中，互你来引导，互你来充满，互你来分别罪性，互你来属灵，唔呐，互阮有路用，阮的福杯这个是满溢的，互阮的四周围的人也得到上帝恩典，互阮的人生吃最别人的祝福，唔呐，阮蒙福，阮吃最别人的祝福。吃水你也好见证，其实使用你的家里在未来日子中间有完站在为你活出美好生命的见证。感谢上帝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
主人兄弟，咱这时三个陪伴心来到主的圣道前，然后将恁所有备的饼甲杯摆伫恁面前。咱这时要用一首歌来安静咱的心。是咱将咱所有备的饼摕起来，主耶稣受杯迄一暝摕起饼来，祝谢了一百几公，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放杀的，恁着安尼行，为的是纪念我，咱同心领受。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摕起杯来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每摆饮的时阵，着安尼行，为的是纪念我。咱同心领受。”咱三个祈祷。天父，阮主，阮感谢俄罗斯，在2000年前，你差遣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多正热心，为着要拯救世界的人，主伫顶礼拜，主你伫顶个月，你为阮预备一个圣诞节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今仔日是新的一年，予阮带着盼望，面对新的一年。通予阮继续忠心服侍你，遵守主你的大使命，带更多人伫遐来归入伫主你的国度内面。愿主你赐阮气力，赐阮力量，赐阮信心，仰望你。安尼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咱即时三甲来念《使徒信经》，我信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
搁信伊独生的子，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多林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然后升天。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正边，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神，搁信隆重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隆重有相通，得到赦免罪过，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得到永远活，心正所愿。主内兄弟，感谢天父上帝，透过主先的时光，咱帮咱真多需要的会友，特别是说咱当中若有感动的人伫遐来奉献，请咱看咱银宝，咱有银行户口，恁会用存伫这个银行户口，然后将迄个deposit slip。送到咱的 Viber 顶面，通知咱办公室。主内兄弟，咱搁一项着纪念的，就是感谢主，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要咱今仔日要以感恩的心来迎接2022年。咱伫顶主日孝顺上帝的祝福，咱也是。怀着盼望的心，期待上帝继续将伊丰盛的祝福拼落来。愿上帝话语搁一摆提醒咱，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到八节，安尼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话是真的，大家人着随着本心所约定。唔通作难，唔通勉强，因为关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上帝会通将各样的恩惠做做加予恁，予恁凡事常常充足，会通做行各款的善事。愿上帝祝福恁，新年祝恁新年蒙恩蒙福。主内兄弟，咱三甲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咧，直到主耶稣第二摆过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Thank you.